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3年7月23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头部原始点按推的新方法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请老师开始示范。好，我们现在原本是食指法，这个改掉了，我几乎很少用，现在改成这样，拳头法，然后拇指翘起来，啊，以后耳后就是这样，啊，然后拳头法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握实拳，不能，啊，握到很紧，啊，这里是松的，啊，这样按下去就会有弹性。头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耳后原始点及枕骨下沿原始点两部分，前者为主，后者为辅。耳后原始点在耳垂后方下颚骨及乳突骨间的骨缝，约半根食指长，以贴近耳背为起点。枕骨下沿原始点起于乳突骨与枕骨下沿相接的凹陷处，由此紧贴枕骨下沿延伸至同侧大脖筋上为止。涵盖范围：头的全部以及四肢抽搐或偏瘫，如图中橘色区域所示。这个拳头不要握紧，不要出力，好像要跟人家打架，握虚虚的。然后这样按的时候，它会有弹性。啊，我要的是这样，啊，这样就能够做到让患者没有压迫感，但又可以柔到深层。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知道，深层跟浅层不在用手的力量的大小，而是来自于什么？身体的调整。把工具带下来，啊，这种力量又大又可以伸展，但又没有压迫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在这个解症的过程中，让患者付出最少的代价。最容易错的就是站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力量就没有了。事实上他这样很小，然后这里是站直的，然后你这样才能做。啊，如果你看你的脚是这样，然后要按这样，啊，有人这样做，那个做不出来了，已经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办法用上身的力量下去了。好，所以脚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保持距离，第二个要并拢，然后打直，然后才能够弯。好，这两个比较容易常见的错。好，那其他的做法你距离你一定要调，但切记不能这样，这样你就头就变在这里了。那你如果有感觉到这样，哎，然后这样看下，一定是错的，一定是到最后是头看下去刚好是，哎，有没有？我的眼镜刚好，啊，这样的距离是最好的。好，那找他的头部原始点一样，我们现在有三到四点，第一点就是。这手轻轻的扶着，然后把耳垂拨开，然后一样用食指去测试耳背还有两骨之间三点的交汇处，就是第一点。好，那这一点找出来，我们工具拿好，就这样，我们那个握虚拳，然后直接以食指垂直的顶下去，垂直。好，我做给大家看。好，这样直接就顶进去了。好，顶进去的时候，这一手轻轻扶在这里，但这里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这里，这里我说这里是没用，这里如果你有信仰或许有用，这个叫加持嘛，扶在头部这样啊。我们医学不讲加持的，我们是做手法的。好，所以这里轻轻放。好，那这样可以了齁，你看我的脚是打直的齁，然后我身体这样，我轻轻的，就是我可以掌控，就是
你看我这是很轻的，哦，我接触的面不是很用力。它如果我要生成，你们注意我这里手的变化，好，如果我要生成，有没有看到我的手？我是有弹性的哦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样就没有压迫感了，然后这样可以很深层，是不是受得了吗？他受得了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他就是说你能不能用重一点哦，我才知道他是重口味的。那重口味这一招可不可以比我们的食指还深层？应该可以做得到，你只要姿势做得起来。所以你们不要再怀疑说，我这个要凸出来才可以揉进去呀。不用，你这样平平的就可以了，不用怀疑。啊，只要够松够柔，你顶进去就可以到深层了。那我们开始做哈，这里顶进去，其他的都一样。然后开始，手拳头左右摆荡，均匀的摆荡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啊，事实上，你食指按下去的时候，中指也在按，所以有很可能是两点一起做，哦，那这样就更省事了。那第二点，好，我下来一点点，好，到这里，因为我两指都有在按，所以老实讲，应该到差不多第二点，顶多第三点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是最后一点，那这样我就做完了，所以用这个手法不用到什么四点。那这样我已经都揉过了，好，示范我就做到这样。好，该注意的你们刚刚讲的细节就注意。好，那你头转到我这边，另外一次我重复做给大家看一次。好，你这个时候他转过来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对着他的头站哦，他斜斜的哦，他不是直。那我就这样面对他正面，好，本来我是站这样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但是他的头是这样，我就站这样。他站这样，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下去了。好，那一样，早点拨开，哦，耳垂拨开，食指测试，工具拿好，直接顶进去。那顶进去之后，你轻就这样按了，就可以做了。好，我轻的我做一遍给大家看。啊，如果要重，深层一点，好，这是第一点啊。你看我身体的变化，我往下沉，有没有？我往下压，啊，这时候要注意哦。有些人要揉深层，都会用手的力量，这里就变这样，打直一定做不出来，一定要有一点怎么样，微弯，哦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深层。好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点了。好，这样我们的头部原始点，这样已经做完，简不简单？其实越改一定是越简单，不会越改越复杂啊。这样好拿，这种容易受伤害，然后按的患者很不舒服，因为你在握紧的时候，这里工具就变得很硬硬邦邦的，像木头啊。这种不会，它还有弹性。好，那你头趴在里面。好，头部原始点、耳后这两点是最重要，紧接着就是讲枕骨下缘。那枕骨下缘，我是建议各位啊，这一边的按法可以趴着，啊，另外同侧的时候最好转头。我等一下示范给大家，都不能趴着。如果趴着的时候，你同侧你就要跪着按。很难按，好，那这个枕骨下缘有坐姿跟站姿，你们可以选一种，都可以。好，我先示范坐姿好了。坐姿哈，它因为趴着哈，你不可能做到全部都坐进去，你还是要有一点空间。那最好哦，身体稍微转过来，正面对着它，这样你才好做。不要这样哈，这样。你做它的，那这样压力又出不来，稍微有一点这样，好，然后好，
我开始做哈，这样，第一点，这里要注意的90度，这里也是90度，反正到最后你一定会习惯那个90度。如果你长期在做啊，如果你这里做错了，你其他也都会错，因为你一定不懂得什么叫90度。好，这样一直按，按到我们大脖筋，好，就是颈椎的大脖筋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点。你们在练习的时候不要快，好，那我顺便把颈椎也按给你们看，这里到大脖筋就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要注意我的手势哦，我拿起来有没有，我手有没有变化，我已经开始这样转了，有没有，这就是第二点。你揉这个都不用看，如果你会翻，你的手肘已经在感知你有没有揉对了，所以我一般是不看的。好，那第三点就这样，你不要怀疑，我一定对。如果我揉错是他脖子长错了，那个位置长错位了，我这样一定可以做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那你们看第四点有没有又变化了，我已经缩回来，这里骨头就出去了。好，那这样我一样在筋上，所以我不看，但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。那我这里手肘我也很确定就是在筋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一遍的做法。那站姿这个头这个脚这样，然后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的面对着它，好，然后三七步弓箭步了，好，这样，好，那这个大小力也是靠身体带下来，手不能用力。那我做给大家看，这一手轻轻扶着，蹲下来，然后放下。放下来，你们切记啊，不要压，不要用手下去，而是怎么样？身体把它带下去，哦，这样就很柔和，这样没有压迫感，哦，很多人都是就压人家啊，所以你们大部分，反正你们被欺负惯了，你们就学会了也会欺负人了啊，都是互相哦碾压，然后让大家都感觉原始点非常痛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好，看着哦，我就从这一点好了。好，你们注意我的手有没有九十度？那我的脚有没有弓箭步？好，这是如果最后一点，那我。开始揉脖子了，这是脖子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这样了。好，第三点，好，第四点，好，这样我已经做完了，这一口气这样做，如果熟悉应该都还蛮好做的。好，那另外做同侧的时候，如果早期我发现有些人也用早期都要用跪姿这样去顶人家，这个很难做，我建议不要做了。哦，我们能够把不好的先省掉，这种学的顶也顶不深，一定要转头，同侧一定要转头，面向你。好，那你面向我，那面向我，他转到放在这一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个叫做站姿，如果坐姿他这样我怎么做，所以他就要放那里，哦，这样知道，所以他放哪一边都对。好，那你看他如果放这样你就站着坐，哦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他先这样放在这一边，我就用站姿，那他头有一点斜斜的，我面向他，他先，所以我也站得怎么样，有一点斜斜的，他斜我就斜，他正我就正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来做。
好，那我这一点也是脖子的第一点，那我开始要做第二点，一样的，我开始，你看我的手在转动，你们就知道我已经在做脖子了。这是第三点。好，这是第四点。记得啊，放松的做，我几乎都放开来做，那你也不要去管对不对，反正你只要这样转，转得够一定是对。就是我还没有，这里还没有做，那我再做一个，就是你头翻到面对我，对对对，那他在洞里面可不可以做？不可以，那就叫他怎么样？你过去一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过来，好，那做过来一样，稍微过来。要不然你这样很难做，这样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也是细节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看得准了，我的面向他，这样很好做。好，手拿起来就开始做了。好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注意啊，到第四点你这样很难受的，第四点要怎么样？把他的头拨过来，啊，我这样就放，啊，知道吧？这个小技巧，啊，这样你也轻松，啊，这样你在揉脖子的时候也很好做，绝对不要他这样，你就真的，好，你夹死了，你连这里都难做，所以要懂得稍微拨一下，好，这样，这样做就很简单了。好，如果这是脖子的最后一点。也是颈椎的第一点的话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第二点，看我的手，我开始转了。好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我在按他的脖子，我是用哪里看？我用眼睛看吗？我是用谁？心看吗？我用手肘去感知，啊，所以你只要翻得对，一定做得出来，要不然你也看不到。说实在，你真的要看，你怎么穿透？你看到的是你的手，所以这里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感知，还有你做熟悉度，啊，这样就能做出来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头部原始点跟颈椎我都已经教过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